田总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下周有一个会，你去替我看一下。啊，好的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还有一个，就是男人的心跳和女人的心跳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人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其实呢，不一样。来，我按着你的胸口帮你数一下心跳。你有病吧？心脏在这边。哎，教练，你今年多大了？18，22，36。没对象呢？没有啊，这不家里天天催的吗？那我介绍干什么呀？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？真的？啊？其实我也没啥要求，就是吧，富有同情心，富有责任心，富有爱心，富有自信心，富有正能量。行，要求太多了，你能不能简洁一点儿？